渣男，宝贝，他是个渣男。这是沈腾主演的最新电影，一出场我就笑了。你绝对想不到沈腾在里面演的是个啥，说是毁三观都不为过呀。虽然年龄大，但是我真的很想当小天使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沈腾演天使，还小天使。腾向导演曾国祥指导，喜剧大咖沈腾主演，还有商业巨子罗永浩以及枯燥老板朱一旦友情出演。没错，朱老板在里面饰演一个乞丐。哎，有钱人的快乐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可以给未来的自己三个金币，你又会把它交给哪一刻的自己呢？逛淘宝双十二去收获属于你的幸运金币。